就做的样挺好的事儿。别闹啊，我是狼哥的妹妹。没事，我话不方便。给你拿耳机听着。那倒方便吧？是的。你能不能拿耳机听着吧？一直讲话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。我也听不着。听不着。好的啊，好，咱们背后打人了已经是，这些武士们，是吧？他也想啊，老板，他拿着武士头，我就不能玩笨的啊，你看着，不能再打人了已经是，不想家了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出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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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要记得要吃好睡好，听见没有啊？天气热，小心点儿，小别中暑。嗯嗯嗯。别老躲。